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这一集是优衣库 U 系列的开箱试穿视频，今天终于收到他们的包裹了吧。优衣库 U 系列上个星期就已经在门店和官网就开始发售，到这个星期我才收到他们的包裹，因为当地没有他们的门店。这次我购入了11样单品，有一些单品真的非常经典，非常漂亮。首先这件衬衫它是复古的绿色，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，我看到的时候就是很想拥有它，非常美丽。我放在购物车，过一会儿准备 check out 的时候发现它已经没有 S 号了，没有办法之下我就选了他们的 M 号。这个版型就是非常宽的一个版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然后全部的扣子都是放在内里的，外面看上去就是很整洁的。因为这件复古绿的衬衫配了他们同一系列的牛仔裤，也是深绿色的，这条裤子是高腰直筒设计，穿的是25×32，就是25的腰围。还买了他们同系列的这一条工装裤和绿色的这一件，穿起来也不失复古调。这条我买的也是2号，然后它腰这边有2颗扣子，就是如果你宽松的话你可以扣到第二颗来，然后对我确实是有点宽，它两边还是非常平整。他们这一次做的系列的码数感觉都变宽一点，这条裤子看上去很大，但穿上去真的是很显腰。看，虽然臀部那边松松垮垮，但是还是有它的线条在，然后腰这边就是显得很细。这条裤子穿上去真的是在我意料之外的好看，我个人非常喜欢。接下来这件毛衣前面有2个口袋，我喜欢它这个口袋设计，就是小小的，它这口袋口这边车得很好，就是你收到食物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这个线路纹路都有对齐，然后这口袋口就是你摸上去它就是能感觉得到那个车线很结实。口袋的里面呢它是一个立体的，这两个颜色都很好看，但是穿在我身上我觉得这个米白色，就是淡淡的这个奶白色，应该说是奶白色吧，因为它还是偏白多一点的，这个白色它不是很正的那种白色。好像我身上这件白衬衫你看跟它对比一下，就是我这件是正白的，它这个是有点奶白的，我喜欢这种奶白色。这件白色和这条他们同系列的裤子配在一起，就是有一种非常安静非常柔和的一种气质。这条裤子是米白色的，比这件白色毛衣要深一点，前面是松紧，然后里面有这个带子可以调节，后面是平顺的这种。现在只是把毛衣放在里面，大家也不会感觉到里面搭了这件毛衣吧，就是那种痕迹不会那么明显。这种裤子到秋冬天的时候里面就算叠穿2条秋裤都不会觉得臃肿。它的面料是有点像运动裤的，这条裤子它不是全棉的，所以它不容易起皱。接下来是这一条针织衫连衣裙，这件的材质是比较薄的，大家可以感觉得到吗？就是今年U系里面的这种 3D 针织衫。这种裙子吧，就是外面如果穿风衣的话就可以很简单的快速出门。这条针织衫是偏黄色的，然后这个袜子是米白色的，都是同一种色调，就是纯度不一样。这个袜子的材质可以拉得很长，但是它这个材质是我知道穿上去走路之后肯定是会往下滑的。这件拉链式毛衣好重，这件是在男装区看到的，但是我觉得它这件衣服可能更适合女生，因为它这个袖子这里就是指头大拇指可以伸出来，就会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。这件毛衣非常有分量，它的分量不是因为有拉链，而是它毛衣本身。这件毛衣的材质它是 45% 羊绒，然后 10% 尼龙，然后 45% 是亚克力，所以就是混羊毛的一件。我不得不说一下他们这次这个U系列里面的每件衣服的针脚和走线都很好。看一下这毛衣的内里，然后我还购入了他们这次系列里面的这件中高领的白 T， 然后是长袖的，这个袖子稍微长一点点，
这件的尺码也是 XS， 这件后面写的是 U 系列优衣库，然后有 Heat Tech， 那就是说这件衣服应该要有他们优衣库家的保暖的功能。这件西装外套它有配同色系的裤子，但我没有购买，我觉得那样有点太正式了感觉。这件也是混羊绒的材质，一件混羊绒的西装外套。我喜欢这件西装外套的长度，前面两颗扣子，然后长度是刚好我想要的那种，刚好直到屁股的那一种。在视频里面我穿的是一条 mom jean， 这西装外套里面有附一个口袋。这件西装外套虽然里面没有内里，但是看一下这个走线是不是很干净。另外一边，这种衣服即使没有内里，穿上去也很舒适啊。这件外套真的很喜欢，这款是女款的西装外套，我觉得它本身就带有一点 oversize， 所以我买的是 XS 号。然后我现在穿上这件西装外套，里面还有剩余的空间，所以里面如果配一件毛衣高领的话都没有问题。如果平常喜欢穿洋装或者是长洋裙的话，只要是那种垂直线条的都可以配这种长款的西装外套，就给人一种娘 man 平衡的感觉。好了好了，下来了啊，下来亲爱的，下来亲爱的啊，下来就下来啊，下来啊，哦耶。